我叫瓦卡，是一名游戏穿越者。兄弟们，看看神秘网友给我发的这张图啊！开局屋里就一个电磁圈，床还是一级床，但是电力居然有2000多，什么意思啊？要 P 图忽悠我是吧？好家伙，真有他说的这么神奇，那我可得试一试了啊。那咱们这期视频也别忘了老规矩啊，长按点赞冲个万，下期更新绝不慢，不点赞的小心红血猎梦者今晚去你家敲门哦。哎呀，你脸红了。之前卡门发育改版之后，普通模式的冰雪地图就可以直接玩了。那我们现在就来验证一下，开局能不能直接获得2000电力啊？搞笑吗？你在进入游戏，运气不错啊，这里正好有个房间，里面有电磁圈，我们开局尽量选择带电磁圈或者粒子加速器的房间，然后直接进去躺好。接下来看好瓦卡的操作啊，我们点击大门的升级界面，选择看广告升级，趁广告还没有弹出，迅速点击下方的电磁圈，接下来就是广告时间了啊，究竟挖看能不能成功呢？让我们揭晓答案。不是吧，神秘网友说的是真的呀，直接给了我2048的电力，那我这局不就直接发财了吗？但是这个套路的原理到底是啥呀？哎呀，很简单，其实就是利用看广告升级道具，由于高级道具并不能升级，所以会返还对应价值的电力。这里呢，我也试了一下，发现利用这个方法还可以看广告升级床或者炮台，可以说想升级什么，完全就看你个人的选择啦。可以啊，小子，这么快就让你看破了。那我们继续回到这局游戏啊，这里很多人有了电力，估计会选择直接造一些高级建筑。这里瓦卡建议大家选择这个每秒生产128金币的金矿，有了这个金矿，前期就能获得大量金币。什么电力、高级建筑，那不是随手就来？哦、美吃吃。先来看一眼猎梦者啊，打我笨蛋！你在等干什么？就是训人。像你这样的，我一共能打8个。挠的还挺起劲儿，看来他还不知道一德要面对怎样的恐怖啊。有了钱，那当然得好好消费一下，先把床和大门能升多高升多高。需要电力的时候呢，直接疯狂造游戏机。这里有个冷门小知识啊，那就是经过这个方法升级后的道具，它不算格子数，咱们可以在上面造别的建筑。是贵。这局猎梦者梦幻开局啊，才3级就已经淘汰3名人类了。但是很可惜，我现在的发育他已经毫无胜算了。我来，这啥呀？这是妈打我笨蛋！你别以为有钱了不起啊 ，sorry， 有钱真的了不起。雕虫小技。竟敢班门弄斧，打死你个龟孙儿！That's good。太难了！就我这震机门能挠破，我直接倒立拉稀。溜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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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好家伙，直接去找对面的队友了，还知道挑软柿子捏呀！你不要过来呀、啊！没事啊，才4级猎梦者，就还剩这点血，这门他破不了。战意涌上来了！杀！拿来吧你！坏了，看这情况，最后一个队友也要嘎了呀！不知道我顶不顶得住。给你个大嘴巴！完犊子了！我教你真短了。我不要，我不要！再一个就是挨气！拿来吧你！那这接下来就是我和猎梦者皇城 PK 了呗。不过就我这发育和资源，你们说猎梦者能有几成胜算呢？你得穿老子打死你！哎，不是啊，不要误会，我不是针对你，我是说在座的各位都是乐色。哎，再低，你我歪这是什么？我感觉这局已经没有悬念了啊，直接把东西全拆了，造一个圣光炮台等猎梦者。嗨，我又来了，打他打他，4下就没了。怎么样各位观众老爷，学会这个小套路，冰雪地图胜率至少90%。那我们今天这期视频就到这里啦，想看下期躺平发育视频一定要记得长按点赞哦，点赞过万更新不慢，我们下期视频见，拜拜。